欢迎来到数学之夜。好，介绍乐手时间。好，来新上来的主唱刘爱成。好，旁边这位 KB 手赖子元。然后木吉他黄雨婷。贝斯手陈伟汉，还要支援我们的鼓手王凯。哦，还有我自己呢，还有你自己，我是杨，你自己，伟阳，好，我是林伟阳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第二首歌，起风了。Yeah!
讲笑话的先生，讲一个笑话，不然准备的都没用到。好，好，那个考一下大家。我现在一个乐团，我要找一个人开公司。对，找一个人开公司，你们觉得应该找什么乐手开公司比较好？猜一下，猜一下，没有声音，猜一下。周炳如，吉他手是不是？没错，就是鼓手啊。那个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鼓手呢，他有大鼓，咚，还有小鼓，咚咚咚咚咚，所以他卖股票一定会卖得很好。好，可以了。再来一个，还要再来一个。好啊，今天如果碰到坏人，在路上碰到坏人，你要找谁保护？马中仪。你是坏人吧？我啦，找我保护你，因为我会电吉他。好，下一首，别怕我伤心。把我伤心。